满蛋。人特别多。大熊猫还没。又是要生气，你看那个好，成都到动物园，啷个恁多人呐？今天，站，别跑了，刘某，刘某，哎，走嘛，快点。快点去下一个地方。王子呀！老天，哎，你要搞不清吗？王子呀！那个是啥子啊？那个是。这边也有熊猫。哦，熊猫馆。上了再说。我看一下那儿嘞。熊猫的哟。哟，这边也是熊猫。去看下一个动物了。这个动物园挺大的啊，有没有上厕所的？有没有身份证的？这里有个路标，看一下这个路标，这里河马人特别多。往哪儿走？走。咋？你们去上厕所啊？我差点被找到。哦。大姐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帮我看看我的货。我走慢步的，你们。我走路是不是太快了？你们走不上。鱼馆。金鱼馆吧。金鱼馆上面，金鱼馆。你不听话吗？有那儿，刚刚一个鳄鱼。你看那是一个石头。不得了，你说你那个话，可以伸手抓你八七个老鼠。哎呀，那个伸手抓那个老鼠，好那个，好这样才可以吵吵。那我们来接。那哈儿的嘛，不是那下面是啥子啊？那下面，我看一下这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乌龟那头蛇。那里还有个千年老龟，那儿的，看到没？千年老乌龟。它是千年王吧？
拜拜。你看奶奶是啥子？哦，奶奶，奶奶有根儿，哪里有根儿？好的。你。王八。我哇，奶奶好大一堆哇，这里有好多个。它动都不动。这边有好几个啊，这边。走，那个王八不好看。阿爸去了嘛？阿爸走，乌龟用阿爸去。往那边走，我们往那边走。小凤，你负责攀攀，我负责拍那些反正。拿来噻。这里有一个鳄鱼脑袋。哇，一堆好。这里有一个鳄鱼嘴。哇塞，这里面有蟒蛇哟。那里头都是鳄鱼的哈。走。那是啥子啊？厉害的。多了，人太多了。啥子？好好的乌龟。海龟那个不是乌龟。哪儿亮？那个哦，他妈那点儿，那是二的蜥蜴。别人要躲到水果窖。看到看到没有？抢了个变色龙。哎。这边胖子，这边没得。是养的了吗？那两个？那哈儿是啥子啊？那个？我在那边呢。哇，好两个人。哇塞！你看，好大一个，看起来好像是。哎。啊，那是给他取暖哈，应该好大了哟，现在。走吧。还。他可能那种是生活在这里。他在孵卵，他有卵吧？他那个动都不动啊。老伴儿嘛。鳄鱼哪儿的？哦，这里是鳄鱼啊，这个是鳄鱼。挺大的这个鳄鱼。哪儿的鳄鱼？小鳄鱼。有蛇哦，蛇来喽！这个鱼挺大的，两条鳄鱼是吗？
这个才是蟒蛇。好大哟！两只啊？哪里有两只嘛？白色的啊。哇，奶奶一根，奶奶一根，奶奶一根。那骨头高的？骨头高的。啊！不要在一个地方逗留得太久嘞。要得嘛。哦，那哈那个也是鱼丸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鱼？鱼吗？那个是？哇，好滑哟！哇，这是什么鱼？这边还有鱼。七彩神仙辣椒。那个像那个不是青岛府那个？哎。那个好像都是青岛府。下面就是。哦，那个都是青岛府啊，那边。上面就是。七彩神仙，你看。看不清楚那个，他们那是水质才干净啊，看见哦。你想他用了净化的呀？双线测啊，哇，双线测。他就像抓鱼。叶大飞，你看有个青岛府，专门为了吃垃圾。但是他青岛府，他为啥不吃那个鱼？其实那个像鲨鱼的样子，感觉。哎。哦，看他那个背鳍，好大把大个哟，像鲨鱼哈。哦，那个都是。大飞，你说他那些青岛府是不是专门为了吃垃圾？那个看起来符合那个哈，这个。他在吃东西。他那个底碗看起来好搞笑哦。你看到没？大飞，你要拍的是带石头的。青岛府，你看嘛。啥子鱼啊？青岛府它专门吃那些鱼的食的哈。你咋会有刀子啊？哇，这个鱼好大！要喝的喝这个。那个鱼好看吗？哇，它眼睛。那个眼睛就要凸出来爆炸了，那是金鱼哦。是，它的眼睛好大呀。在这里面，它说你就是那种青岛鱼。你才是。是吧鱼哈哈
那跟说说该把盼盼牵到，你是没牵到。盼盼，你不能乱跑，哈儿跑来找不到我们的看。老师是斑马，原来跟书上的是一样的狗的看。嗯，斑马，斑马嘛。啊，这边有个大象。哦，有两头啊，这边还有一头。那里。房子瓶盖。